你好，第一次相亲，送你的。这么远的路，打车挺贵的吧？哦，没有，我开车来的。奔驰 E 啊。徘徊过多少橱窗？哇，看错了吧？这是163S。对啊，是一级。住过多少旅馆？喂，不是一级啊！你说的那个一级后面有北京奔驰，我这个没有，真的是。你给抠掉了。这是一台4.0T V8双涡轮增压的怪兽啊！你在说什么？感觉很厉害呢。哎，我先走了，我朋友有事找我。既然你不喜欢这台车，我换大 G 来接你，怎么样？期待，期待你发现我的爱。你早说呀，我们领证去吧。期待，期待你发现我的爱。他是绿茶，你看不出来吗？哎呀，放手啊！我不是绿茶，你跟我领证吧。啊，哥哥